连次议会民进党团新任党团三长，是由宗教林怡静、甘肃林志聪、书记长刘美山来担任。上午举行交接典礼，宗教表示，未来一党因会共同来努力，以团结党团成员，甲争取八党的合作为首要任务，其他会当扮演好执政党团的角色。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新任党团三长上午举行交接典礼，宗教林怡静议员、甘肃长林志聪议员以及书记长刘美山议员、市长吴伟铁、议长郭信良拢列席参加。宗教林怡静表示，卓荣泰当选新任党主席，加上今仔日市议会党团新干部就任，这是中央甲地方做伙推动改革的重要时刻。我想吼，政党政治不是只有对抗，政党政治更重要的是合作，那所以未来怎么样确保那个问政是理性的，然后跟他党的这个合作是充分的，我想我们都会往这个方向来做最大的努力。市长吴伟铁表示，所来将会以互惠和谐合作，以大台湾市共创共赢为目标向前迈进。我们要界定这一届的市府跟议会一定采取一个合作，好，共同为市民的福祉来这个努力的这个方向，那当然监督者跟被监督者立场是不同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，是怎么样谋求市民最大的利益。那新的市府团队大概这样统计起来，到一半是新的，一半是旧的。那面对整体的整个议会的运作，我相信市府我相信一定是全力来协助。林怡静表示，未来伊会在两位党员的协助之下，整合党团的成员形成共识，强化党团的政策，让城市更加好，让市民更加好，都是一项好的政策。为了让好的政策顺利推动，未来会努力开创调解合作空间。记者陈嘉生，市议会采访报道。